当在咖啡店遇到漂亮女孩时，Hello， 美女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能加一下微信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手机没电了。啊，那这样也行。那个，你给我个手机号，然后回头我加你。随机应变。我们认识吗？加上不就认识了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对不？我不随便乱加陌生人联系方式。要不你先把口罩摘了，我看看。啊，忘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啊。是挺帅的。那肯定的呀，要不然我敢主动上来要你联系方式吗？那有人说过你很自恋吗？我可不自恋啊，我朋友都说我是吴彦祖在世，再有一个他们平时都叫我吴祖在世。你看你这一笑，跟你什么呀？算了，还什么呀？你俩一样。那你换了？不是，哎，哥们儿，你咋坐我女朋友旁边啊？啊？嗯。刚处，还在处。哎，哥们儿，那个这么回事啊？这哥拿下了，等哪天哥教你找怎么追女孩方法啊？真的哥，放心，这哥拿下了啊！再见吧，回见啊！大功告成。每当我看到花瓣脱离花蕊，万般枯萎。每当我